人生不过百，凭什么委屈自己？咱们要让他们一开始就知道，咱们就是最好的律师。我就是要和你们一起打，我要为公平正义而斗争。秋华，我崇拜你，这个搭档我要定了。所以你考验我呢，我经不住不起。你差点把我害到监狱里，出不来。我没有那种一笑泯恩仇心。在婚姻里，你我都是失败，而我的失败就是全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！